Hi guys, I'm Kelly Nero. 远看这样子很像哦。我觉得近一看超荒唐的。你把眼镜戴起来。新的抖音吗？哎呦，他来了！哎呦！来了吗？哎呦，好漂亮的房间哦！我们今天非常有面子，能够收到我们 Vogue 的邀请，耶、yeah! ！再来一点 up 好不好？我们今天要一起干什么？我觉得还是来化个妆好了吧。我们今天就来欧美明星 Snatch Game 仿妆好了。Oh my god！ 我先敬你们一杯。Let you go。我收到植村秀干爹的惊喜大礼包，是一个眼膜跟一个滚珠笔，应该是你本身不爱化变妆吧？你们的眼影盘是拿到什么颜色？我是绿色的 ，Hot Pink。看这个眼膜，它是一个蝴蝶的形状哎、欸。你怎么已经开始在敷脸了？很快哎、欸，我的这个很漂亮哎、欸。你的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你快闻一下。这系列很特别，是会有味道的。你的是红豆蛋糕吧？我的是抹茶的、欸。还有三支唇膏，我也 NARS 也是三支唇膏。这个 Oh my god！ 你看，你看，那个好美哦，它是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吧，超美的，很神圣。然后你们看里面，你们听到吗？有啊，你说它打开会支配音质，对啊，一个天堂的声音啊，它是音乐盒，你再看一次。Oh my god， 那这次也太高成本了吧？它拿起来应该很重吧？天啊！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要扮什么角色好了。今天要扮的是 Monster Mother Lady Gaga Future Plaza Rolling Sway 那张专辑那个有脸凸出来的那个的造型，那个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要扮就是有澳洲爱神之称的同志女神凯莉米肉。Kylie Morrow， 耶！你有像她吗？我就是很喜欢 disco 风，跟加上我是你们大家知道这个月份是什么月份吧 ？Pride Month 吗？这个月份是我们 Pride Month， 这是我们的月份啊！同志酷儿，酷儿理智，我今天应该就是，我今天应该就是会扮体育老师，素人挖进来吗？今天会扮我就是最年轻、蹭红速度最快的 Billie Eilish。好啦，你先讲一下，你昨天花了多少个小时在做 Billie Eilish 的功课？我昨天大概有三个小时，因为毕竟今天好像后面还有一个挑战，我非常紧张，因为我英文没有很好。那你应该不是要去恶补 Billie Eilish 的资料，你应该是要先去线上英文课程吧。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要睡了吧，因为整个敷完这个眼膜很舒服，而且我觉得我的卧蚕好像有被灌水的感觉，就变更大。那我现在就用，在敷完眼霜，我再用这个也是英蝶的这个眼霜，它是会震动的笔哦，你们听到声音吗？对啊，你感觉很多会震动的东西。我觉得你们讲的是震动棒。啊，它现在就是欧美明星必备的那个眼霜笔啊，抢救他的老化基础吗？每天做歌作曲的日夜颠倒哎、欸，还要回复一些酸民对我的抨击，管我什么衣服爱穿的怎样？你确定不是熬夜玩 TikTok 玩太久吗？我就我的杯盖在 TikTok 很红啊，很多很多改编的版本。你说杯盖是杯子的盖子那个杯盖吗？的那个杯盖，那我觉得 Billie Eilish 应该蛮适合今天植村秀粉底这个颜色吧，就是白一点点的感觉，好无聊。哎，你们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凯莉米洛的那个造型吗？我就在仿他最新专辑的那一首 Disco 那一张专辑的那个专辑封面。哎，
等一下，我要先说为什么我要扮 Lady Gaga Brown This Way 出来之后，就开始倡导每个人要相信自己喜欢的，然后要活出自己的。Lady Gaga 的经典名言 ：There are 100 people in the room and 99 don't believe in you, and you only just need one person believe you 。请翻译一下。听懂吗？在一个房间里面，就算有99个人不相信你，只要有一个人相信你就足够了。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人相信你，你就一定会成功。好难哦，李智快救我！他要 call out。我觉得你不能用手哎，你要用那个刮刀的工具会比较好用。真的吗？因为那个皮肤蜡它是蜡，它其实有带油脂，所以你不能一直用温度去碰它，它会越来越软，会越不好用。这样子有没有很 disco Barbie 的感觉？我觉得有哎、欸，有 disco， 可是没有 Barbie。你有理智，没有 Alicia。我刚刚吗？你有凸出来啦！我看到你有凸出来，来加一点点的春秀的这个眼影。我觉得他们就是做的还蛮，就是很轻便，因为他们也有做像镜子，然后是磁扣式的，就对我们来这种力气小的就很好打开。有些那种塑胶扣的好难开哦，都要叫邻居来开。第一次使用的无极限植村秀的粉底液，搭配他们的卡布奇刷子吗？刚刚李智说很好用，我想用用看。他的刷子好像很有名，他那个刷子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他就做的很平，所以很像盖印章化妆那种感觉，就是美妆蛋刷的感觉，对不对？哇，天哪，我真的很爱植村秀这个遮瑕、欸，哎，真的是遮完，你看，我现在的眼睛有吗？当然是没有啊，这眼睛下就是李智本人啊，真的假的？你要没画眼线那些的，我只能说我今天就跟你们赢了。你好像也没有，对了，还有要我们也没有要赢哎、欸，而且你看一下我们，你仔细看一下我们，好像也没有在赢哎、欸。你画的眼线蛮像，但是你眼睛瞬间就是长出来的感觉，你刚刚是完全眼睛看闭着的。对啊。这个我发现，这个植村秀新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偏光的绿色，你看这个 ，Oh my god， 超美的，看起来当打亮很美，就是这个超美的包装的，对，这包装有够美，我有拆开来，美到疯，它有一个那个粉色的偏光在里面，所以它不是雾面打亮吗？对，它是有点偏光粉在里面的那一种蜜粉饼。李智，你真的花最久的时间画一个淡妆哎、欸！天哪，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唇膏的包装也太美了吧 ！I'm sorry, girl。好啦，如果不近看的话，其实远看还蛮厉害。你不要那么远哎、欸，太远了。因为我回来一点，那我让远看也很像。你真的没有哎、欸？那我呢？你还是理智，你现在目前都还是你本人哎、欸，我不知道，而且你好像也没办法后退、欸，你刚不用化妆。Hi guys, I'm Kelly. Hi, Hi Miro, nice to meet you. Hi Gaga, Hi Billy. 远看大家很像哦，就很 Mother Monster 啊。哎、欸，我们今天挑战算很成功吧？李智戴墨镜很像，你把眼镜戴起来。你觉得你戴眼镜？眼镜很好笑。你，我觉得你要远一点，然后戴眼镜。这么远吗？对，超像你，但超像你。你那个纸放下来要干嘛？这个新的抖音吗？哎呦，他男人，哎呦！杯盖啦，杯
可以吧，因为毕竟本人不会表演，所以只能靠道具取胜哦。是有在唱歌，还是只是 pose 动作？我知道，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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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首很，这一首很 gay 啊。这很简单吧？我前面啦啦啦很辣。telephone 我答对了。What you say, say? 他太久没表演了啦，也很正好玩嘞、欸。我这次挥手，好啦，让你过过瘾啦。Come on, everybody. Young. Oh my god, applause. 我觉得听音看超荒唐的，我觉得超级好笑。好像他很忙在干嘛、欸？我超忙，超像神经病。好啦，真的很开心，蔷薇今天找我们来做这个挑战。我第一次，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都蛮算成功的。好啦，好吧，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那希望就是这次的疫情，大家就是台湾人们都能够一起团结，少出门，洗手，戴口罩。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真的去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节目叫做美丽强迫症，那也欢迎就是大家订阅 Vogue 台湾。我们今天呢就是到这边哦，谢谢 Vogue 台湾的邀请，谢谢 Vogue。